皇家。哦，阿江决定选一个皇家，来一个保守一点。哦，他选左边，因为如果选右边就是赌对面是死灵，要偷他。我怎么闻到一种皇家内战的感觉？左边。有皇家内战的味道，这边是不好选哦。哇，他选到黑羽把他那个海盗，哎，两张强卡补资源的。小桃，这个狂男弹枪手可以 AOE 啊，超强。严丝就。他选岩石，他选岩石哎，他选岩石哎，为何？他扑得到吗？我自己我也会想选左边啊，我不知道，不是因为岩石，我觉得指定都难扑了。我的岩石都会抽到手上，所以我不想选他。对啊，指定都难扑了，他还选岩石。我觉得他有机会扑到，因为他选的就是那个白银那个最会扑的女人啊，那个进化扑个四五只啊，是一只而已，觉得有点难，而且对方也要同样能扑。才扑了起来，利奥尼达，利奥尼达，我自己是一定会选利奥尼达，是不是皇家内战呢？说不定就他竟然选火猫猫，真的太有想法。利奥尼达，哎，还是他没有，看他有没有关键的赢下的牌。阿选利奥尼达，哦，那这个不选猛虎吗？他都有岩石了，不选猛虎吗？做一个我没看到，他太快了。他选谁？他选了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只注意到猛虎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有猛虎不选？猛虎和小桃，果然是皇家内战，是不是？我就说我闻到皇家内战的感觉了。皇家已经行啊！大家都挑那个感觉最稳的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岩石在手？早就来了。你真的换掉他，等下一回合直接回来。没有没有，海盗女王先手失费，还有那个跌倒。你等等抽他就会回来了，等等抽第一张牌就回来了。屡试不爽。岩石这个二 pick 我蛮推荐选串毒学姐的，因为你很容易遇到死敌。OK， 偷各种偷。他会不会二 v 跌倒嘞？应该会啊。这一定要啊，就嗯二费嘛。先攻还蛮顺，抽到法术就爆了。这边可以丢那个串夺水晶，开心，来爽瓢，拿财宝。下面四五有那个海盗家那个法师，哇，这张感觉还是得下。然后又有八费的四人团，创绝姐就当白板做吧。然后对面应该会来游丝幻，然后照丢串夺绝姐。这一张的。水虫很赚哎，真的还有机会可以换掉二三。哦，那这样他可能要砍那个忍者了，忍者艺术、嗯，不然他就要被要把那只保下来。欸、这里要不要直抛、哦？我以为他会海盗赌拿到那个、欸，拿到那个可以途径吗？对啊。哦，这张也很强，前面可能先当海盗出，然后后面可以拿 A O E。哇，分身再拿一张，哎、欸，哦，分手牌魔术，直接跟你说，我有两张 A O E， 你敢不敢扑？那张很重要，而且刚好必杀恶心你的法师。真的，不然通常这里都会无脑进化法师。因为刚好他反而空进化，有一颗进化点，不然真的新手会说哦，哇，亏了。没有没有没有亮到什么，这个黑豹永远在你没亏的时候会来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野猫会起手来二加三哦，直接你、又来一张哎，哦，会玩，好多黑豹啊，黑豹有那么强吗？黑豹加到攻就可以免费进化啦，你一直白嫖强啊！只要你场上有怪，那这边这里应该直接范恩要出来了。
因为他手上有八费了，不要直接出饭了。哦，十三只要没有五费准时出，我自己觉得打皇家就不强，因为皇家五费跟六费是有个差距的，六费有很多的单解牌，右解哥，右手，然后右手瓦路兹，右手，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出饭不是很好。右手打皇家的时候啊，我自己觉得右手，你看他出了，然后刚好就被惩罚了，哎，可以开白与黑，刚才那个真的亏到了，开白与黑吧。然后下一回可以做地下加击咒女王。下女地下。对，我觉得下一律要选。哇，就三手亏掉啊！这里不敢进化，因为你少一颗你不敢进化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三回合没进化，你这里就敢进化，你还有一颗。不是啊，那个狗哥是太扯了。你知道对面有一堆 AOE， 你不进化那些都被爽解，对吧？对，他还觉得还是要进，对，你出了你就要进化，因为这张是亮牌啊，这两张是亮牌，你不进化这里不会赢啊，真的。因为上一回合可能出多牌会比较好一点，就放在那里亏掉，而且放在那个四人团可以多一个途径的炎帝的资源，嗯哼，对吧？因为你这个对局中你贪脸一定不会赢啊，你换来换去这一定是换到一方没资源，然后直接被压着打。哎，这个感觉也很难打哎，现在的，因为你这一手下绿地太难打，你刚才你一定要进化，你刚才没进化，你一定直接就倒了，嗯。然后三命这里就很难打，因为他哪一只都放不掉。他那魔物就等于说只是五七费铺一只三四而已，是然后欧克又拖一会儿，又就少一会儿。然后祈祷拿到鞋子，短剑狙狙，然后也没有手势吗？对吧？欸，其实我会选择补两次那个，欸，篡夺劫。补两次串逻辑也可以，哇，真的是拿到最烂的，我觉得撞了啦，撞了啦，这个下绿地进化下去直接就打回来，然后等一下十倍应该是立下拿个 AOE， 好，然后这里再踢天王，哦，岩师，我觉得要先保场面啊，我自己，我觉得岩师，哦，哎，欸，哦，也可以，用岩师直接，然后你可以。打完再升一只，直接站好站了。再个岩石真的是坐在手上的，欸，虽然会被解光光光，可是我觉得没有，他可以用四，打岩石还可以活了，还行。岩石还可以活，还行啊。那个应该多来一换二换一四一，然后打头，虽然都会被公爵啊，可是哎，欸，我也觉得可以打头吗？不知道。打头啊！打头！我觉得要打头，不然不会赢哦。好，打头，因为你已经知道，你这里不出黑王，代表你就是要打头啦。我自己刚才是这么觉得，所以他其实刚刚是可以贴黑王，感觉也不错。没有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出野猫，你就要打其他球打头，然后野猫要揭穿。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啊。如果你不要，你就去跑场面，因为你知道对面有两张是 AOE。然后他上一回合解把解的那么烂，完全解不掉，所以你应该要再压黑王把。哇，他这样压空进化，欸，然后再直接赢。这一手感觉没有很好。因为我觉得没出黑王亏爆了，真的亏爆了。然后这里哇，手牌不行。哦靠，好，刚刚如果黑王，然后有搭到海盗女王，因为你上一回合看到对面完全解不掉，啊，你黑王下去，他还是一样解不掉啊。对啊。除非他有巴哈还没死废啊，所以我觉得刚刚要黑我，然后你这样就被反打了，然后对面，除非你出到一些可以把它斩掉了，所以我觉得刚才如果要出野猫，这样选打头，那血还可以卖啦，就看有没有海盗女王啊。好，对面压到最低一条，他这边就是四加四嘛，然后下回就可以海贼女王冲起来，这样就负一，好负三。如果要 C 斩的话，要负三。哦，没有得 C 了。然后对面没出怪，你立下不能打。哎，抽到了一个。哎，可是这次蹲的还是会被杀。QQ。是黑，要么好，很像可以。先拿资源。要先拿财宝才可以搭海贼女王。
他给我接着打本体。如果啊，皇家这边有一费的士兵就超爽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选到、欸。对啊，他可以把场面返场之后立下加奈落。怎么办？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困难。啊，可以那个、啊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他进化过了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可以，五加四，进化帕尔修斯，是不是？我画面又糊掉了。进化帕尔修斯，他刚就直接打了一张一费的帕尔修斯，然后贴那个锐字，再直接黑豹，然后场面超大。刚才那个夏绿蒂直接把后手打崩了。啊，现在后手有小场面稍微建立起来，哇，又拿到四人团。哎、欸，四人团，打头五点可以谁斩哎？你要直接看不到场面吗？哎、欸，如果他打头，然后下一回用这个、啊，不就可以谁斩？啊，我觉得打头了，应该，哎、欸，他可能想说可以再升一组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补，没有，就只能升一组，可以一直升，这也太强了。哦，抽到一个有机会反打，哇，马龙，哎、欸，其实他有个做法可以再指电，就是福影天珠。我觉得福音天珠那个士兵有守护那个士兵，然后就可以再用剑术交关贴，然后再指电，这样又可以用进化解掉一只无血的。お母さん、すみません。戦いってのは敵の裏をかくものよ。哦，选择马桶也行。他怕会死的，加一下假盾，那这样反正也都很强了。场面又打起来了。那这样的话就，很尴尬哎、欸。哇。我觉得啦，是可能要打一张三，然后 A O E， 就是 A O E 不能蒂欧涅了，九七了，他打七，因为对面 对面名牌一张黑豹，对，还有会在进化，可是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，还是。六点、九点、十二点、十七点会死，不能做那个阿丽夏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有黑豹名牌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忍者艺术几费？哎、欸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一四三三，感觉也行。好，只是卖比较多血，四三三。那你既然下回就可以用目光，目光，而且你是解掉这只，不会让他的黑豹贴。黑豹是名牌，我觉得要把刺客解掉。对，刺客要解掉，而且博物公爵其实也是名牌。这样你就不能及时的用那个目光之刃结场，尴尬。哇，他抽到了有必杀的，哎，暗杀者，好像又有机会喽，可以，可以立下，然后。必杀，然后艺术，忍者艺术，哇哦！哎，飞，哎，好，这样也还行，剩一滴血，剩一滴血，哎呦，意外失主，下回目光之刃加
蓝是洛特，都是手，都是法师，直接斩了，对吧？暮光之刃加蓝之洛特，对，真的哎。休息，一血逆转，没办法，力下太强。啊，上面知道这里怎么扑都会被 A O E 掉，你还是得扑啊。所以就是三二啦。好啦，可以不扑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不扑啊。感觉要扑逼对面解啊。他手上三张都解牌。好，下面斩了，现在斩了，斩了，斩了，暮光之刃。反正这已经先出暮光之刃，然后剩下会看到吧。你应该就说手牌有黑女王，对面随便摸个几走，用解牌解掉就反打咯。不行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会摸谁呢？迪欧涅。玩一会儿。如果是杯子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这应该看得到啦，号令好不好？然后秉持着前面都死了两只的海盗女王，还是要用海盗来收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